红海府看天还亮着，人潮已经挤得道路水泄不通，橘黄灯光绵延好几公里。苗栗苑里一年一度的鬼门关夜市在十三号盛大登场，今年由镇公所及市场自治会联合举办，成为史上规模最大。摊商扩大至400个摊位，封了6条道路，警方也加派人力进行管制。这上次并没有说的，所以你第一次来拜。我从高雄来的。游客边吃边逛，从天亮玩到天黑。今年扩大举办也让民众的选择更加多元。卖来逛，从那个外埔，外埔啊，台中都不，台中外埔。每逢农历7月29，苗栗苑里就会举办普渡，入夜后摊贩进驻，形成特殊的鬼门关夜市，就像历史夜市，延续至今50年。今年点灯主题运用彩色水母灯与稻草编织，呈现苑里地区山海豚的意象，增添夜市气息。 另外，苗栗苑里临近台中海线，因此不止当地人，就连台中外埔大甲、大安的民众也会一起朝圣。鬼门关夜市就在苑里火车站前，交通十分便利，包含下班回家和逛夜市的民众大量涌入月台，把车站挤满了人。那你还会来第二次吗？我不会来第二次，人挤人真的是不方便。今年鬼门关夜市比往年的更加盛大，这个鬼月普渡的民俗活动，同时带动苑里的繁荣，延续传统文化。八大新闻，记者庭综合报道。 民生八方式，尽在1小时，要订阅，不要忘记要按小铃铛哦。